现代再不起来，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。人人胆子大点是这样开饭的。幸福美满的时间到来了。这外甥女是厉害，是就哪个跟不上？我婚娘放在你的就业明星啊啊嗯哦老天嫂，我要当发明家。年轻的朋友啊，莫让年华付水流。为几十块钱而来北京，我们都有自己追求与自己理想。经过长期努力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，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。中国人的梦。